是因为呢，我穿到了哦，好像是 Fashion Girl 春夏的衣服耶，是早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可爱，是它用了很多冬天的一些素材，像是这么粗针的毛线，但是呢，配上了这样子的裙子。周六晚间10点在台视，周日晚间在东森10点哦。